Hello Vogue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俊，分享一下今天的造型。这一身是由杰森雾老师特别为我做的，然后呢，它是和蜀绣的这个非遗的传承人康宁奶奶一起联合设计的这一件中式的西装。然后大家也都看到了，它是一个大熊猫的元素。我呢是成都人，所以说想到这个 idea 的时候，大家就三方进行了很多的这个协商。来到活动现场的感受啊，很不一样啊，因为这次它是一个聚焦咱们中国的年轻设计师啊这么一个主题。然后呢，到现场能看到非常多的优秀的青年设计师，又是这么盛大的一次活动，可以在这个活动里面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设计师，各种各样的这个优秀的时尚圈的这些人物啊，可以大家一起共同交流啊，非常开心也很荣幸。日常汲取时尚灵感的渠道啊，那肯定是 Vogue 啊，经常看一些这个 Vogue 的采访啊、杂志啊之类的，就是说能学到不少。做一个这个联合的这么一个联名，首先它的初衷是想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孤独症这么一个群体，因为这些孩子他们的家庭都非常的不容易，平时要是大家能碰到他们，给他们一些这个支持和关心。